看到了耶诞，很令人感动啊！从年底一直到现在，年底呢，我们医疗团啊，有检验长，有台北的哈、哦、两位的哦，陈主任、那夏主任哦，还有呢这其他的人医会哈、哦，都去在耶诞里啦。那几天呢，看了以后呢，我们先把它做一个过滤，要紧急开刀的，要优先赶快排上去；要治疗的，要赶快呢先去优先治疗。他们留下了几个呢，这孩子呢一定要赶快，不能再等了。那我们台湾的回来了，在耶诞的慈济人呢，都一直一直不停歇的哦。总而言之呢，救苦难众生啊，他们呢都是刻不容缓哦。看到一个女孩子呢，她明明眼睛呢是肿胀啊。需要呢，这个放松，哎，开刀放松，但是呢，因为他就是没有全寻寻觅觅啊，被我们发现到，赶快送去这安南去开刀了。那后来又碰到了同样是叙利亚的眼科医师，那帮他呢。因为慈济的接案，所以呢，帮他拆线呐、啊，帮他疗治他的眼睛。还有呢，这一个孩子是肾脏啊，也是呢，我们发现到啊，期待呢，赶快把他送去治疗。والله انبسطت الحمد لله انه لانه صار له ثلاث سنين عم بروح وباجي وما في ما حدا عمل عمليه الحمد لله لما اجى المسترشد وسوينا العمليه والله فرحان والله انبسط يعني شهور ما بنوصل الحمد لله شاف المستر يعني I only our master hand and eye and leg هي ايدنا but we have to thanks to the Hamoud give a chance to help him. Alhamdulillah, shukran, shukran, shukran. Ya Rab, izi khair, inshallah. Al-Master. Al-Master, shukran. Inshallah. 这八岁的孩子呢，已经出生就碰到了，就这样的人祸了，那又碰上了。他们在这样简陋的环境、难民的环境中呢，真的是苦不堪，又是病痛哦。所以我们大家呢，都是在为了苦难众生啊，想为他们多做一些事情。还有呢，有贝多因的哈、哦，这一位老人家。他平常是慈济人的长期照顾户啦。他本来住的地方呢，因为政府要建设高速公路，所以那个地方呢被赶走了，突然间失去了他们的联络。慈济人呢寻寻觅觅，终于找到了。所以这一位在喜圣的老妇人呐、啊，看到慈济人好激动，而且呢，终于得救了啦！慈济人为他呢带去的食物，为他呢也是给补充营养的，都这都是爱的追踪啊！他们不能舍掉任何一个。那我们在台湾呢，不断来呼吁，做他们的后盾呐、啊，给他们呢有能力呢去帮助呢更多的苦难人。哎呀，
爱的能量呢，要接力啦，还是要付出，就如菲律宾呐，在年底有一个台风呢，叫做纳塔台风，刚好在圣诞节的这一天，它登陆了，重创了卡塔瑞内斯省。那这个地方呢，是一个离岛，那生活环境啊，都不是很好啦，房屋都是很简陋的。慈济人在马尼拉也是呢，等待了交通通啦，他们就是大飞机几个钟头到达这个岛，他们带的是现金，准备呢去了真正的苦难人，他们就可以一次就可以解决。但是问他们说，你需要的是什么，如何才能复建你的家园？当地的人啊，真的是很少欲哦，知足啦。他说：“哎呀，我们这里的生活很简单呐，不管是碟啊还是抄啊，这都是他们的建材。他们所求不多，什么都不要，只要给我几片的芯片。”这我真的是很感动呢，他们也不会哦，因为这份的灾难，有了外来的人呐、啊，愿意帮助他，多要求一点，他们不需要，总是呢，给予芯片就好。那当然，慈济人很感动啦、啊。也都是呢，在多买来一些哈、哦、当地的这个日常的营养品哈、哦，那应用品呐、啊，多买一些日常要用的。他们也在提起说，希望呢能在开春了以后，他们还要再去。希望就发给他们的米，还有呢，都给他们一些资源呐、啊。这都是呢，爱的能量啊，自动自发这种善良的感恩知足的。更得人疼惜、哦、又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美国、啊、过了农历年，哇，好几个州慈济人呐、啊，都要也有华人，也有其他的这种多种种族的民众呢、啊。来过新春，好啊，来团拜呀、啊，都是呢贺新年呐、啊，好几个州啦，都很令人感动哦。在北京也是啊，我们都会到了这老人院呐、啊、福利院呐、啊、敬老院呐、啊、去，对老人家。表达出敬重，也带给了老人家的欢喜呀、啊。这都是呢，爱的能量的传递哈、哦。台北也是好几个环保站都开春啦、啊，也请环保菩萨呢先来个。欢喜的新春团拜呀、啊，
着环保成为很人文的花道，也环保也花道啊，又是呢温馨的分享，这种欢喜的过年呐、啊，不管是古厝啦、泰山啦、新店啦、啊，好几个地方啦、啊，他们呢这个彼此感恩，环保菩萨感恩环保菩萨。啊，环保菩萨赞叹环保菩萨，彼此呢互相赞叹，这都是呢很令人感动的事哦。